知道有人靠经营 TITO 一个月就能够赚到一年的收入，或是在 TITO 的产业链当中建立出自己的事业，名利双收吗？7月9号的嘉兴成长营全亚洲 TITO 经营大会，我会告诉你经营自媒体就像创业，不赚钱就是犯罪。我是魏豪，当天要和你分享 TikTok 的完整实战技巧，包含可以变现的四大选题方向，以及如何高效导流赚钱。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协助业务、微商、直销的朋友们，让你们的团队倍增，业绩提升十倍。那 TikTok 绝对是你接下来最值得投入的平台，该是你弯道超车的时候了。7月9号，全亚洲 TikTok 经营大会，我们不见不散。TikTok 已经连续四年冲上 App 排行榜第一名了。想知道 TikTok 如何帮助企业品牌、中小商家用更快的速度触达陌生客群，打开新通路市场的吗？我将在7月9号全亚洲 TikTok 经营大会上和多位业界专家导师携手合作，破解 TikTok 如何助力企业商家经营破局，打造线上新时代流量密码。你在 TikTok 赚钱了吗？我在一年内单个账号透过直播涨粉95000人，实现了课程变现、电商订单收益。除此之外，每天都有直播打赏或是影片打赏，还有 TikTok 的平台广告机会以及讲师收益。这就是自媒体多元变现。这一场直播能量课要教你我是怎么透过直播一年内涨粉95000人。7月9号，我们全亚洲 TikTok 经营大会直播见。你用 TikTok 赚钱了吗？你也想像我一样，每篇影片都至少有破万的流量吗？我在 TikTok 经营了四个月，就超过了6万粉丝追踪，最高影片的单篇流量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，并且我也赚到了普通上班族至少2年的薪水。而我即将在7月9号的嘉兴成长营全亚洲 TikTok 经营大会，告诉你我的爆款影片制作心法。六位 number one 的讲师，六个精彩的实战，帮助业务员、领导人还有企业家，这么坚强的阵容，让你学会之后马上就有概念，下半年开始怎么经营 TikTok， 怎么样子在网络上 TikTok 能够帮你创造最大的流量，创造你要的 A 族群的客源，创造如何变现。不管你是业务领导，你是企业，肯定可以在这一整天当中得到巨大的收获。把时间给空出来，那一天早上9点半到晚上的6点，7月9号全亚洲 TikTok 经营大会，我们线上见，赶快点选连结。